大家好，我是柯淑琴，我在《酸甜滋味》里面饰演的是潘妈。把所有的丝瓜倒进去，然后现在掀起来，你会闻到一股味道，就蒜头跟丝瓜的香味。准备好了没？很可惜，闻不到。一二三，有没有？妈妈是严肃中带点慈爱，很明显，很明显的就是最不疼我。她有个好处，她常常会制止爸爸讲，不要再讲话，嘴巴是用来吃饭的。不苟言笑，非常管老公很凶的一个人。天天走过来的样子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就是那样的冷漠。手放下来。他是一位老师，然后是一个非常爱做菜、爱打扫，其实跟我现实生活蛮像的。然后我在戏里头有三个小孩，六月、张书豪，还有黄远。我的另一半叫做潘达雄，本名叫贺一航，真正的本名叫张新明。哦，真，对不起，曾新明等于贺一航。3月18号起，每周六公共电视晚间9点 ，TVBS 42台晚间10点，《酸甜之味》。我想看着你，渴望你。